好，我是公民记者韩小琴。我们里的这个十字路口常常发生严重的车祸事故。闪黄灯的意思其实是减速，而闪红灯的意思是停车。不然呐，你以为交通号志越坏掉你就乱开，久了一不小心就爆！天哪！快点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麻烦先帮我叫救护车，我手跟脚好像断了。受伤的人叫香蕉，香蕉。不是。哦，对，陈文明呐，陈文明呐，不好意思啊，对，你赶快派救护车过来就对了啦。我韩小琪从小就是电视儿童，长大进电视台工作是我的梦想。碰到不熟的人，只要给我一秒钟，一秒就能通通变朋友，是我的强项哦。我韩小琪从小就是电视儿童，长大进电视台工作是我的梦想。碰到不熟的人，只要给我一秒钟，一秒就能变朋友，是我的强项哦。进入 ACE 电视台旗下的 A Star 制作公司之后，我遇到了一个斯文败类杜伟廷。看完电视台，再去看一下台北的101的。阿玲啊，你排队买一下那个起司蛋糕，你就滚回来帮我卖包子吧。哦，你都不知道你那个小表姑多厉害呢，她最近考到那个台北的 ACE 电视台，在做电视了。你小时候不是送他一台那个机会吗？想出让你满意的企划案，假的。和我一起努力，也是假的。我一直相信我眼睛里面所看到的美好东西一直存在。你试试猫食狗食，然后再拍成商品介绍影片。他真的很努力。我们做电视这么久了，应该很清楚。努力不一定有结果。张明芳，你当初是发现我其实真正爱的是伟霆哥，所以你才当坏人主动跟我提分手的，对吧？琪琪啊，你记不记得之前啊有一个好大好大的地震，可是他们把琪琪小天使留在这个世界上啊，就是希望你可以带给大家快乐，让更多的人都更开心哦。那你现在最想要做什么呢？嗯，看电视，看《灌篮高手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看了会很开心。我的爱的心图，我从来不认输，走在自己的路。